六一快乐。六一儿童节快乐，好开心哦！好快乐，你可以玩木尔庄园了。我刚刚把手机充上电，然后现在仅剩30%的电，赶紧来吃个小布啊！可可一，可可一在哪儿呢？没看到。看到刚进来就是你们，因为我可是我小时候可是那个，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，连上那种微机课都是在玩《摩尔庄园》的人。我可是沉迷摩尔庄园的 但是我以前的账号和密码已经不记得了，就是要重新申请了，好像。看看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的衣服，是不是很好看？但是我的不是这个款，因为我的那个太大了，这就是另一个款。不知道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那个衣服就是我那个衣服大的离谱，大了这么多，你们感谢。就是它夹起来这么多，但是把它放开的话就是这么多，好可怕呀！就是姐姐都惊了，说我这衣服做的也太大了，这是怎么搞的？就是很离谱，真的离谱。就离谱。谢谢旋转木马，谢谢旋转小木马，六一儿童节就应该去做旋转木马。今晚就我决定做梦去一趟迪士尼，做一个旋转木马，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。谢谢旋转小木马。谢谢你们的旋转木马，今天晚上我一定会做梦到的。你们这是成群结队的旋转小木马，谢谢。今晚我要去做小木马。谢谢花下秋千，顺便再去做一个秋千。哼，这个秋千特别像穿越到了古装剧里面，做这种樱花树下面的秋千。谢谢风筝，干什么？难道我再去梦里做那个放个风筝吗？我在梦里要做好多事情，谢谢旋转木马，我今天晚上一定会梦到的。真的，我好忙啊，我要做梦，要就是去玩好多呀，要去做旋转木马，谢谢旋转木马，还要去荡秋千，还要去放风筝。谢谢，谢谢旋转木马，旋转小木马，今晚就让它旋转起来。
谢樱花树下的秋千，好粉哦，特别适合六一，就像我们这种小孩子过节就喜欢这种粉粉的，可爱的。谢谢风筝，然后你这个风筝也是粉粉的呢，非常的符合我。谢谢叶子舟，这个叶子舟莫非还想让我梦去梦啊？呸！莫非还想让我在梦里去划个舟？是吧？谢谢叶子舟。这个叶子舟是，就是说我要坐在上面飘在大海上吗？谢谢旋转木马，哇，新粉报道，冲，报道，我也是新粉，我可以加入吗？谢谢旋转木马。旋转小木马，谢谢花下秋千。今天晚上我就是要梦到我在秋千下面，坐着旋转木马，然后还放着风筝，然后还要坐叶子舟。谢谢花下秋千，樱花树下的秋千。好吗？那我可能就是这个梦一醒，我可能就是满头大汗，因为我实在是太累了，我这个梦实在是太累了。哦，对，我还有那个，我还有一个，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玩意儿？刚刚那个。刚刚说的啥呀？玩玩，不知道我怎么就咳嗽了，好像被我自己的口水呛到，太激动了。毕竟就是，它还是可以吐泡泡的。哎呀，吐到我的屏幕上，擦一下！救命啊！哎呀，没有纸呀！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！来帮你们擦一擦。是不是整个世界都焕然一新了？是不是突然屏幕前就出来一个美女？谢谢旋转木马。谢谢。我要坐着旋转木马去遨游世界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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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筝，谢谢。再喷一次。怎么喷比较好看呢？
天呐天呐，完了呀！我的桌子！我给你们参观一下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就是说，这个泡泡机杀伤力有点大。好了，不喷了。哎呦，好了，大美女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谢谢你的风筝，感觉我已经就是几十年没有放过风筝了，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才放的风筝。Hello, QB. Thank you.不是十几年没有放过风筝啦。谢谢花下小秋千，樱花树下的秋千。托你们的福，我今天晚上一定会梦到的。谢谢旋转木马。好开心哦！你看我们住的这个酒店，就是它还有那个，谢谢旋转木马，谢谢。就是你看，它还就是住的酒店，参加这个活动，还有上面写的东西，亲爱的大宝宝，真的就是好好那个。宝宝，我不是大宝宝，我是小宝宝。你写错了。六一快乐呀！既然来了，不要说今天的行程怎么安排，只需要问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呢？有什么好吃的、漂亮的？会遇见什么有趣的朋友？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？今天的你不是 super star， 是一个大宝宝。配得上所有的快乐，的确很有道理。今天我是一个那个 super star 宝宝。梳头，谢谢旋转木马，谢谢。今天是 super 十大宝宝，棒棒糖呀，棒棒糖收走了，棒棒糖就是用来拍照用的。那个棒棒糖太大了，就是说给我，就是可能要吃个一年吧，吃个一年半载都吃不完它可能。那是真的棒棒糖，那个棒棒糖就是很黏，然后我拿着，然后它就吸头发，你知道吗？就拿着那个头发滋滋滋，就是被它吸到上面去，因为它是很黏，是真的棒棒糖。我没有吃，谢谢旋转木马。
好可爱的小马，谢谢哟。而且我知道那个棒棒糖就是说，就是看着好看，但是它其实都是色素，就是它其实很难吃的，你知道吧？不建议大家吃哦。就是可能你吃完那个棒棒糖，你把你的舌头伸出来一看，它是彩虹，就是彩色的彩那个舌头。吃完你就会变彩虹舌头。我一会儿还要去找段璇吃小龙虾呢，因为我今天没有怎么吃饭，哦，吃了吃晚饭，但是一会儿想去吃一点点，因为有一点点饿了。不，因为是六一儿童节了，六一儿童节呢，这天呢，就是说吃东西都不会胖的。我可是那个什么，我可是今天我可是 super star 宝宝，当然不会胖啦。你们是大宝宝，我是小宝宝，给吧？不行不行。占我便宜了，我是大宝宝，你们是小宝宝吧？空气刘海，什么鬼？什么大宝 S O D 蜜啊？明天啊，明天呢就要坐车回上海了，可以在车上睡觉了。没想到我六一儿童节居然会在车上度过，真的是。太划算呢！对哦，明天就要出 MV 了，哦天呐，我好紧张哦，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。是今天？哦，对，今天10点钟。10点哦，你们懂得哦。好期待哦，不知道被剪成什么样子啦。哎呦，我发一句蹦蹦蹦 ，no。从那天起，一直在发芽。完整版？什么完整版呀？我的那个唱歌完整版吗？我之前有录过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，可能会放吧。不晓得哟，我之前有录过整首，可能后面会放出来的吧。
想听啊，想听是吧？那看我心情吧。海浪的节拍逐渐急促，追逐着夏天。沙滩上，并肩足迹一深一浅。暂停在交汇瞬间，畏惧浓烈太天真。风在啦啦啦啦啦啦。主要是这个歌它很好听。哎呀，Hello, QB。哎呦喂，一般一般咯。那我是有点饿，不瞒你们说，啊，我的肚子是有一点点的饿。天呐，我还要去王母尔庄园呢。好开心呀，六一儿童节就要开开心心的。我好忙呀，我又要去想一下，我还要去做梦，我还要去那个王母尔庄园，我还要去看 MV，我还要去那边，就是很多事情。哦，摩尔庄园现在还没有开始，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放下了一件事情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的嘴里，我嘴里有两个溃疡，就是每说话一下就是会有点痛，就是这样一个，这样一个，对称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溃疡就是那个。痛，那我就不吃了，看着段奕璇吃吧。然后他吃完，第二天也长溃疡。不能告状啊。是姐妹就要一起长溃疡，这句话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呢。哎呀，现在已经要2点了嘛！好，我的天啊，那我迟到2点好不好？好吗？都2点了，你们该睡觉啦。谢谢叶蝶，哇哦，小蝴蝶来了，谢谢。就是说，那将来，就是说，今天晚上还要梦到那个，
那个，坐着旋转木马，然后头上飞着蝴蝶，嗯，是不是？两只蝴蝶，亲爱的，你慢慢飞。是。今天的梦有点慢。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，亲爱的，你跳个舞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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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，是这么唱的吗？飞到了，是这么唱的吗？没有啦，是以前我爸妈老是听，然后我就会唱了。就是以前，就是我爸的车上老是放这种歌，然后就时间长了嘛，我就唱喽。谢谢旋转小木马，驾驾驾！一分钟，我爱洗澡，皮肤还好。哇啊哦哦，小心跳走好多泡泡。哇啊哦哦，美人鱼在倒钩。我爱洗澡，皮肤还好。哇啊哦哦，戴上浴帽，唱唱跳跳。那啊啊啊。什么词啊？那个，当当当，当当当，上冲冲下洗洗，左搓搓右揉揉，我们一起来洗洗澡。哎呀，太久没唱了。上冲冲下搓搓。左洗洗右揉揉，我们就来握握手。罢了罢了，这个小青蛙要重新那个拾起来了。好，2:01了。那我可要去那个去吃小龙虾喽！大家儿童节快乐哟！我想起来，我以前过儿童节，我都会去吃那肯德基，肯德基里面的儿童套餐就会送那种小的那种玩具，然后送完那个玩具，然后之后我就是在家里就是会泡澡嘛，小时候，然后就是会把那个小鸭子。我还记得小鸭子还是小鸡啊，好像是小鸭子，就放在那个就泡澡嘛，就放在水里，然后一起就是我和小鸭子一起洗澡。谢谢皇冠，谢谢。对的，好了，我走了，儿童节快乐哟，大宝宝们。说出来怎么感觉有点羞耻？好了，那个小宝宝要走了，小宝要走了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爱你们，香吻一枚，好，走了啊，真的走了，祝大家做一个好梦。